见呐、啊，太监才会干那种事，光明磊落的出来，侧翼往军闪一边去。那个已经被罢免的议员点点。火气飙升，连不雅字眼都用上了。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接受网络节目专访，却被解读为支持陈时中票投黄珊珊。17号出面喊冤是遭到断章取义。不过桃园市前议员王浩宇却在脸书批评，刻意帮对手宣传是违反党纪，让王世坚气得大骂王浩宇。曾几何时，我们社会怎么突然跑出这群妖孽？这些网军正是破坏我们社会善良厚道慈悲的元凶。同样穿着蓝色衬衫，王世坚的怒气虽然比前一天小一点，不过他用不雅字眼批评王浩宇，也引来网友出征王浩宇的脸书，用同样的字眼嘲讽王浩宇，让王浩宇搜证准备提告127个网友。王浩宇更不客气发文重提王世坚的婚外情风暴：我犯了错误，我对不起的就只有一个人，我太太。你们贪污贪赃枉法，你对不起的是2300万同胞。王浩宇，你搞清楚再说。两个男人的战争从政治场转到私德比拼，再开一条新战线。华视新闻张志勤、陈建达台北报道。